我们要去做一个大事。做什么？我今天要用我十几年的绘画技术，把地里的图稍微标一标，把排水口的位置记一下。这是一号，对吧？这是一号。一号，先画个大概的。然后1.2靠这儿是有一个口吗？说啥？这是北，这是南呀，在这儿呀。这是北，这是南，在这儿。这是北，这个是南。我跟你这么类比，这块田对不对？那儿口，那儿口。哥，我是这样画的。那你的北的方向就不对啊。我不是不是，我们是不是刚从这儿走过来的啊？然后我们现在绕到这儿对吧？哦，我们刚刚是从这儿走过来，所以有个排水口在这儿。对啊，一个排水口在这儿。你弄错了呀，这儿。哦，真晕了，画晕了。你刚才让我开始质疑我自己。一号田长啥样啊？不行，我现在我又很难把它们全腾到一张纸上，怎么办？啊！头晕了，这已经整出来了，没块地，在整，现在是找的排水口，现在正把它们汇到一张纸上，现在我帮你们整一个，我给你尝试一下，画，一波画的真直，就是比陆卓画的强，我们那条沟，这是二号的北边。北边二号田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八号，暂时这样吧，还要用水彩笔描一下。这个东西放我们房间，开会的时候能用到的。这个板子太值得。油腻了，我要香肠，我要香肠，明了了很多，明了。我通这儿，那边边沟已经通完了。行，那我从这头，我从你身后往你身前通。好。水都开始倒灌了，已经太多了。我们这里开个沟就好了。你要从哪儿开？就这里啊，开条直沟。开这个？嚯，是从这儿过来吗？对，直流，然后再把那边开低，因为这边很低，知道吗？它会流得非常快。
哇，踩两脚，这水都快淹了。里边还有好多条沟没开呢，全开以后，那叫一个壮观，我跟你说。各位，你看，通了，流了，我就通边沟了啊！我现在觉得我通边沟很厉害。哇，终于流了，我去看看那边。庚哥，我去看看这个沟通到哪儿。就通这儿吧。哇，我现在挖的沟太有水平了，我学会你那招了，我发现，你看这挖的漂亮吧，学会了就好啊，就怕不学呀。还有有的那种你实在撬不下去的啊，你不要这么硬撬，容易把杆撬断，你就这么撬往前推。对，因为它那个杆很容易断。对，师傅不满是咋的？给我出来吧你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口再开大点。哪个口？这个。终于有成效了。看看这个水通畅不通畅，听听这个声音如此的悦耳。